要散开，我们散开，我们散开了。我又补了啦，看要不要停手。好，停手吧。啊，停。请睡觉。他没站到。啊！转头呀！转头三杀。哎，那个不对。对对对。救救救！我要救！救一个！等下！起来！我来。有，那个再救一下，我啊！哦，我陷地板，哦，还好吓到。有了！哎，停！杰克，等一下，赢快一点，赢快一点，好！救很快！干嘛？好笑！哎，不要站太近哦，他起来都会转一圈哦。啊！我要走了，走了，不想要那个了，不想打了，我走了。结束游戏，打了。给杰克在那边，我们不打。不要啦！好，又补了。好，不打。又倒了！快！不打了！不要啦！不要啦！去睡啦！左边叫我！我像那个父母的小孩子去睡觉。啊！什么死话？掉线！哎，我没死！我救！哎，不是吧？救！我赢走，你不走？我要救一个吗？救！不要客气！救就对了。跑！起来！杰克，你最近哦，你要小心哦。他的位置好尴尬。哎呦！啊，我还是躺在那里。我就哦，不行！哎，雨月，等一下！啊！剩两个！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先救！我来了！啊，可是哈基跑速比较快啊，不会挨打啊。我在左上。好，可以放。停手！不打！这个再打就不行啊！睡觉！不打！哎，我是平等的。好可怕哦！好，走了！再跟！好可怕！我要过！好了，不好了！停手！不打！睡觉！啊！睡了！我救就好！你们救！喵，补血喵！我救就好！哦，叫错！啊！走了！我快死了！啊！死了！我流血了！哎呦！从我旁边扫过去，好可怕！你看我，我先救了！不要给哈基拉！只是队友准备死掉，哈基就马上靠近了。阻在我！团团，你可以死了，我去救你。团团，不要，我不要死！哎，我的！啊！不要这样！哎，我又哎，团团回来，我又补了。有了！哈基追谁啊？追影月。救护车！追影月了。好，睡觉！快拉！快点！太好笑了！
哇！在血，升怪了吗？还是？没错，升怪了，升怪了，升怪了。屠城先打掉，打掉。小怪，我打小怪，我们来打，赶快打他。谁的引怪？现在目前谁的引怪？他在追我。啊 ，boss。小猪在追我。我在打小猪。我在打。好了，在追我了。好，你赢好。好。杰克在哪？我在最左边。哦，看到，好，我过去。他走跑上来，没事。有一只猪在追我。等我。过来，你靠我。好，没闪到。哇！救他跑了。哇，闪了！赶快救！对，我来。好，音乐不要！没事，快点帮我打一下，帮我打一下。打！我在赢了，我打了。我在左手边。我觉得现在有了，就是哈基要拉好，真的没拉好，我真的全灭啊！他的那个直线我躲不掉啊，直线那太直接了，真的。哎呀，不行了，那个直线躲不掉啊！我把坦拉起来了。啊，不是吧？你又拉坦起来？我救！拜！阿达，冷静了吗？不要！拉快拉！救人！好可惜哦，这线血剩多少看得到吗？看不到吧？快结束了，都招小怪了。他小怪是只有招一轮吗？还是招两轮啊？忘记了。一轮就小猪那一次而已，所以就应该已经是后面了啦。对，已经是后面了。然后快死掉的时候，他会有第二阶段，会连砍三下。对啊。双弹吗？要用双弹吗？一直都是要双弹啊。双弹。对，酸糖，酸糖。吸引怪物注意力275秒。好啦，看来喵哈可以换角色了。啊，我要换哪一个？看你啊，我就因为蜘蛛只能拿那个吹剑，效果不好。我用那个好了。嗯，那个男子汉。不要不要吗？不要，他超烂。请帮我选一个。机器人吧，你当坦吧。好，被打就好了。没有啊，讲真的啊，就是被打，然后赶快那个就好了。哪个？哪个？被打，然后你赶快撑着坦住就好了。对，你就坦住就好。没有，你就被打就好了啦。对啊。啊。你不需要像刚才一样，好好在那边一直躲怪这样。嗯。正面。啊！可是我最喜欢躲怪。哼哼哼。噔噔。我看为什么你的脸好像那个歌舞伎的那个？你说一伎吗？不是，他应该是另外一种。哦，另一种吗？那个男生的那种唱那个，那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演歌吗？也不是。嗯。噔噔噔。所以换谁要坦，谁要赢？阿基还是团团？谁要赢？团团要赢。阿基要赢了，好了，快了！给你！哦，好。然后两个都放弃哦。要两台救护车吗？有坦的吗？有。然后我玩输出看。啊、哦，远程吗？哎呀，啊、就那个女猎人啊，女猎人是输出。嗯。感谢礼物。要去读书了，加油！你要输出哦，我阿嬤啊，阿嬤也很强啊。嗯，召唤类型的，感谢阿嬤啊，阿嬤跟魔杖，对啊。这个有那个灵魂可以用吗？就是那只阿尔盖比有啊，有妹妹阿比盖尔阿尔盖比，那只不是很恐怖吗？阿比盖尔哦，你要玩看也可以啊。那只可以当坦吗？我记得那只灵魂很雷，那灵魂
扒几下就死啊！哦，那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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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如果全部人都选他嘞？哎、欸，来啊！到处都是灵魂。来啊来啊来啊！好好好，反正欢乐欢乐欢乐一点嘛，来换换换换换。第四只那个女生金发妹妹，我要怎么按返回吗？按返回两下，换、欸、金发妹妹。失去亲人的女孩、欸，有人可以拿杖吗？他可以拿哦，他可以啊，他可以。他这样一定会看错角色啦！我有换 skin， 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我换一下好了，我换一下看什么可以换。有 ID 显示上面就还好了。对啊，一定会看错。不会呀、啊，你的角色一定在正中间啊。我还是会看错。看这个看错也没差吧？有差吗？没差，叫就对了、啊。没有差。你们的发型都没变啊，衣服变没差，你知道吗？发型这么好看。这是冬季限定哦，哎，不是不是，没有没有没有，现在还是买得到，因为这个是那个之前做菜模式的，现在好像还是买得到。还要买的啊？当然是买的啊，不然你可以抽啊，因为那时候做菜的时候你完成一等一样一个箱子啊。嗯哼，这个发型我有两个了，我分解掉一个。算了，一二三，好。全部都是鬼魂哦！乱打！我们有十二个人哦！哇！太神啦！我们有十二个人哦！那等一下，等一下，谁的鬼魂死掉？不知道哪一个哎、欸！好多鬼啊！好多妹妹啊，还是姐姐啊？我们今天有十二个人参加哦！妹妹，那是妹妹。我有妹妹了。这一只猪，被扫射死了，好爽啊！哦，被有一次被围剿，有一次被围剿、啊，哇、哦！我输出好高哦，下一波嘞！他回血好高哦，真的？他会自己回血吗？不会，不会。好像不会、欸，对，不会，不会，应该也是要靠法杖吧？可能吧？怎么看那么血量？看不到。你的爱心上面，你爱心上面，妹妹加油啊、哦，妹妹！我妹妹血还蛮多的嘛。对、嗯、啊，我妹妹已经快要剩半条了。我们能扣妹妹吗？我们可以补妹妹吗？可恶！不知道，可以试试看啊。等一下试试看啊。补上来了，补上来了。妹妹来补血。妹妹，你进来不是啊？妹妹好像不是进来。妹妹有啦有啦，你一直叫她走，她就会那个。有有有有有有，她会补，她会补。还补血，还补血。怎么叫啊？要巧妙的拖怪，拉自己走过来。要拖妹妹，把她拖过来。对，你要用拖的。我觉得你们的对话不行啊。拖的。对啊。我妹妹倒了，我妹妹倒了。你妹妹倒了哦。扑上去。哎、欸，有傻！我说要救他、啊，如果他跌倒，你要扑上去救他、啊。哎、欸，扶他起来、欸。妹妹倒了，要怎么让他那个啊？等 CD， 对，哦，等花儿开的那时。我的已经倒了，他还是那么美丽、啊。对啊。啊！你什么时候找图腾啊？我糟了！猪不要撞我，我要死了。来中间，来中间。好，我那时候会说妹妹很雷，就是因为你看要把怪引进来，她不引进来，因为妹妹会在那边，妹妹会嘲讽。嗯，妹妹会说来正面。有人的妹妹也快死掉了，正面死掉的要怎么样啊？她等她慢慢等啊，慢慢等。哦好哦。啊，好是等到花开之后要去摸花吧？我记得。嗯。对。花在哪里啊？下面有、啊、这个是开的嗎。哎、欸，来左边补，来左边补，来左边补。完全看不懂这啊！哦，有花开了，花开了，有人的花了，有人花开了。一只哪一个花是我的花？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我死了，死了，我的也死了。哎、欸，没有哎、欸，好、哦，我还没开啦，还没开，还没开，还没开完，还没开完，还没完全开，还没完全开，对对对。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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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揍我！哦，哎、欸，自己会开啦，自己会煮啦，自己会开，自己会开，不用摸，不用摸。那这是那个熊熊才要摸吧？我记得有个是要摸的。对，那是熊了。哦，那这是我妹的话，这一只是我妹，嗯、你妹，我妹妹啊！哎、欸，跑树头，引怪用的头。哎、欸，有没有一个还是可以当引怪的？对。
开始就是穿衣跑速衣嘞，对吧、啊？对啊。所以妹妹其实也可以跑很快。我的妹妹又死掉了。哎、嗯欸，那等一下，应该是打到剩一点点的时候，看能不能先拖住，然后让其他人妹妹复活。嗯，太久了啦。我的妹妹还没复活哎、欸。我妹妹冲上来了。他很生气跑上来啊有他在戳妹妹没关系可以的啊要死了啊死掉 了,、啊、死了你说妹妹吗对啊哦妹妹复活了妹妹复活了妹妹你复活了这么开心啊又死了一只可是我觉得他打路不会很吃亏哎、欸、妹妹死了就只有一个龙眼法杖啊对啊乌龟的伤害其实很高啊，假如能闪的话则闪，但是他都不会闪。对啊，哎、欸，换个角度想，他转死一个妹妹，他就不会再转了。真的，我刚刚看到有人妹妹被转死之后，他都停下来。有没有？中间补。我拉过去，我拉过去，好像来不及。啊，快点！奶子快死了啊，不能让他转、欸。